大家好，我是蓉姐，最适合家庭版的。倒入茄子，加入清水煮两到三分钟，蒸出来的茄子不吸油。我做过茄子炸出来太吸油了，炸过的感觉要香一点。把料汁全部倒入，起锅之前放一点花椒油，穿匀就好了。穿入砂糖的砂锅中，一道非常好吃的月香茄子就煮好了。撒上葱花，喜欢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哦。